台湾太极为台。男子头上套着一件奇怪的绿色头套，配上一个黄色护目镜，朋友看到这个奇葩造型都在一旁哈哈大笑。但可不要小看这个滑稽装扮，这可是目前最当红的装备。这一套就是我们最新型改装的民间党的武汉隔离防护衣。这件号称民间版的隔离衣出自张先生的手，而他本身从事油漆喷砂的工作，需要使用面罩隔离粉尘，又加上疫情日趋严重，让张先生灵机一动，开始自制防护衣。口沫盘传染那么严重的话，我们就这样的装备就不会觉得被外界感染。打开防护衣，头顶是一顶安全帽，里头还有一层透气头套。而这套防护衣虽然外形搞笑，但做起来一点也不马虎。里面是一顶安全帽，外面是帆布，它前面是两层的，气管在这里。防护衣精心设计，看起来有些复杂，但其实穿脱非常方便，过程不用一分半钟。这个一套的成本现在目前差不多8500块。虽然要价不菲，但还是有不少人要张先生帮忙制作。如今已经生产25套防护衣，虽然外形搞笑，实际防护效果也有待求证。但在疫情延烧的期间，仍是热销的抢手货。记者严玉龙、王思颖，澎湖报道。